来自德国的 PSK 304抗抑郁药在我国上市以来，给许多抑郁症患者带来福音。这种药被发现还能消除包括低落、内疚、失恋等所有负面情绪，有人称之为枉费之爱。针对枉费之爱在市面上泛滥的情况，有药理学家不爱我。世界各国多起狂暴伤人事件已被证实跟 PSK 304药物有关，患者全身器官衰竭、大脑死亡，只剩下攻击行为。目前各国政府已对 PSK 304下达封杀令，但感染病变已经完全失控。小丽，你在干嘛？药者皮肤不开灯又不吃不喝的，不过就是失恋而已啊。什么味道？你到底多久没出门啊？你看今天天气那么好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找不到广播的地方，我们到底要去哪里？